我住哪？在现场。我女朋友就在这儿。在说我吗，小哭包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从小遇见了委屈，就喜欢往高处逃。那你猜猜看，我现在想干嘛？你现在一定想破口大骂。恭喜你，你猜错了。透镜的看，你真的太像一个混蛋了。元帅，羊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咬我呀？往这儿咬。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惨痛的教训就是相信你还在经常做噩梦啊。现在新生高中再待了只能转学，我一定要进 NH。 你干什么？跟我回去。你要是哭了我可没空送你去医院。别闹，没事，你放开我。当心。你们谁在拍？我告他侵犯隐私。走。小军，小军，装。吃饭吧。哦。医生说我伤口没事了，我明天就开始工作。哦，有点想。这次公司针对万星娱乐集团的旗下的 IPO 要进行一个很强有力的市场调查。它呢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去做到300亿的市值，它第一季度的 IPO 已经到第二季度、第三季度要增发到2152亿元。然后呢，万星集团作为娱乐集团中最大的在线音乐发展平台，它现在的用户已经达到了5.79亿，这是其中一部分。总而言之，公司
怎么来了？我是不是怕你着凉吗？给你送上被子。我要走了。不行，帮我把被子暖一暖，我冷。我妈会出来的。我想你了。讨厌。4点多定个闹钟呀！哎，我妈一会儿起床了，不要看到就完了。嗯。